年假期间依旧是掀起不少的话题哦。事实上，他初次开始就从老家屏东一路往北，算是下乡卸票。今天到嘉义县，他挟着总统大选的时候拿下的58%得票率，到现在人气不减。还有90多岁的阿嬷当场就劝进他再来选总统。而之前呢，他批评马总统在过年期间，那么就有国民党说，哎，怎么不厚道？过年期间还骂人。蔡英文则是强调，政治人物本来就应该要常常反省啊。嘉义民雄大师爷庙前长长的排队人龙，不是等着领红包吃美食，而是等着和蔡英文握手。不分男女老少，有的要握手，有的还要来个拥抱。前年10月总统大选前，蔡英文也来过这里。尽管过了一年多，但蔡英文在当地民众心中魅力依旧，期待也更大。庙方张贴的欢迎红纸仍然礼貌性称呼他党主席，地方绿营的政坛人士也来了不少。轻便打扮的蔡英文尽管没有松口要不要再战总统，但言谈间仍然保有总统级的政治高度。马总统不是说过年期间不能骂他吗？我觉得政治人物还是一样，就是还是要时时反省，然后包括我在内，我也会反省一下哪些做不到的或者没有做到的，那或者台湾将来要怎么走哈。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台湾的政治人物都能够时时的反省，那么尤其是执政者。下乡卸票，蔡英文在嘉义县总共走了4间庙宇，从平原区到沿海区，同样受到热情欢迎，也继续累积政治能量。民视新闻郑荣文嘉义县报道。我还想要试试自己。